联谊会今天上午9点钟在高雄乐围场举行，台湾警备总部副总司令钱树章中将、政战部主任白万祥中将和台南市管区司令刘胜元中将等莅临指导，全市后备军人干部1000多人参加。前副总司令等莅临的时候，后备干部曾经高呼清晰之声，借鼓掌和欢呼来表示团结和对长官的欢迎。接着由陆战队的双龙和双狮队做精彩的表演，然后举行工作检讨会，到下午3点钟圆满结束。